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念佛是宜。尊敬的华严净宗学会理事同仁慈悲，尊敬的维罗师，尊敬的乐众菩萨，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念佛要怎么来用功怎么来努力。我们进入了这一个第一个课题，万修万人去。李老师啊，第一项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这个修指的是什么。所以啊，这是我们研讨这个修字，这修有正有助帮助的助这正助双修啊，才能够真正让我们这一生这一世不会错过这个往生不会我们修一辈子到最后不是如我们所愿的，如我们所想要的。现在很多念佛人昨天给大家提问了，在我们周遭身边的四周，我们真的没遇过欲知识字的，没有遇过王者自己本身
给我们讲阿弥陀佛来了，他看到了，他要走了，他先走一步。那这一些呢，我们好像只在啊这一些净土圣贤录才能够看到。在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里面啊，不能说没有，有，少之又少。所以为什么李老师啊当年跟我们老和尚说啊，台中佛教莲社有10,000位这个共修同修，真正成就啊5-6位罢了，能够成功的5-6位罢了。所以我们知道了，明白了，我们讨论这个课题呀，在这个修字上啊，我们用了好多堂课。现在啊，大概有一个头绪了。什么叫正修？没有其他的了。这也是如同在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给我们讲的，不假方便，我们没有假借其他的方式方法，我们的正修只有一样，那就是四字洪名阿弥陀佛。哎，这个我们要很确定哦，我们不会再用其他的了来辅助来帮忙，没有了，就只有这一个，这一个正修我们没有把它掌握好，我们就会错过这一生这一世的因缘了。所以我们在这几堂课里面，给大家讲了，李老师也非常笃定地告诉我们，假使天天讲经也未必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这个往生的因缘。因为正修啊，就是念阿弥陀佛。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向外求，不是外在的那一尊阿弥陀佛我们去求，不是。我们念的这个弥陀啊，是我们自信，是我们的本性，用容易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念这一句佛，就为了要求我们这一颗心，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这一些，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来，相信啊，我们之前给诸位报告过的，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祖师大德都给我们讲了往生的三资粮，这个大家都会，信、愿、行，这个大家都都晓得，都知道。这
个信我们有具足吗？我们的信是正信吗？还是我们的信是迷信，是糊涂信？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昨天也给诸位说了，为什么我们老和尚会提倡三十系念？因为三十系念的内容啊，中峰禅师的开示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给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同学。所以这个信啊，相信，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实实的去深入去理解，我们到最后啊，临命终的时候，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阿弥陀佛还没有来？为什么我们念佛见不了佛？信愿行三资粮啊，第一个头一个信就出状况了。所以这个信是什么信呢？你看我们常讲啊，我们得要信自己，对不对？信自嘛，信自己，信自己什么？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我是可以成佛的。我们要相信自己啊，我们的自信本性跟诸佛无二无别啊，我们是可以成佛的料啊。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啊，我们虽然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讲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很惭愧很羞耻，觉得自己啊比不上别人，非常自卑。没有啊，曾经问过同学啊，他讲师父师父，我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不要做佛，我做不了佛，我去那边打杂也可以啊。你看要去做杂波干啊，有一些就讲啊，师父师父，我不要 我去西方极乐世界，我看我做不了佛的啦，我这个业障深重的凡夫，我能做他那边的鸟也不错，你看去到那边还要当畜生。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概念啊，告诉诸位，我们怎么能往生？你看第一个信字啊就不拘足了。这个不要笑哦，这个我们很多念佛人哦都还没有搞清楚哦。第二个一定要信什么？信他。他是什么呢？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信有阿弥陀佛，而阿弥陀佛有发四十八大愿，要来接引我们这一些想要成佛的众生。这个我们第二个要信，对不对？大家有道理，这样信了，有信自己能成佛，自己是成佛的这块料子，我们念佛就能够成佛了。我相信有阿弥陀佛，我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够吗？我们成就得了吗？拿五十分
我们读中啊是六十分才及格，不要以为五十分及格哦，够差淡薄，哎，还不及格啊。所以三十系念这个星期天我们要做啦。大家有没有参加三十系念超过十次的？有吗？可能在座的诸位啊，心里面想啊，哪里止哦，对不对？够嘎工，做了这么多次了，这个信愿行的信都还没搞清楚，天天就在那边阿弥，对不对？天天在那边唱，真的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有信自己了，有信阿弥陀佛，有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了，我们还劝什么？然虽为弥陀接引众生往生哦，我们要知道一点哦，这个信很重要哦，哎，中峰禅师讲出来啦，不是我讲的哦，啊，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啊，哎呀，这个师父哦，怎么讲的和其他的法师讲的不一样？哎，好像有一点怪怪，哎，有没有怪怪？这几天下来哦，哎，这几好像是第二年了，哎，我们在讲这个课题，哎，我们去年开始了嘛，啊，我们就听啊听啊，哎，好像不一样哦，是不是觉贤法师修着修着 soft block 掉了？哎，这不是气心了？不是啦，这也是老和尚才给我们讲的，所以。默学听经跟大家听经的有可能不一样哦，哎，我听经啊是非常细的哦，我用不了 smart tag， 我也用不了 touch and go， 现在的那个 my FRD 更不能，哎，我还是要慢慢的养荷包，哎，要慢慢数钱慢慢给的，哎，我听经很慢的，我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个 sentence 我都会看好多遍，真正搞清楚了在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去做，哎，能够消化了，哎，我才放过一马的哦。虽然默学在自己的道场里面讲经啊也是一样，哎，我们尤其讲这一个无量寿经啊，从我开始出家不久就开始说了，现在出家已经有12年，12个年头了，12、13年了，哎，所以12、13年啊，讲了多少呢？讲到普贤十愿，普贤第二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你看第二品而已哦。讲了哇，所以有同学就讲，师父我要听完你的无量寿经哦，我看哦没有这个机会今生今世，我讲有怎么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继续在那边研究，哎，因为我们不能够啊听经啊就这么划过，划过对我们没有意义，划过的告诉大家浪费时间，浪费精神，浪费体力，全部都在浪费，因为我们听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我们佛啊，佛陀教我们除了三学还有三会，三会是什么？闻思修。我们听经闻法就需要闻思修，我们必须啊听了闻听到，我们就要思考，思考什么？不是思考这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讲对不对，不是哦，讲的肯定对，是我们要怎么来消化它，这个叫思。
如果我们能够消化，消化的意思，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啊，都给我们讲了，这就是什么？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就能够去做什么呢？落实，去做了。当我们啊告诉大家的时候，哎，我们念佛人啊、同修啊，有一个口头禅的哦，师父师父，这个我知道啦，有没有？但是我做不到啊。所以李老师啊，都给我们老和尚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我们做不到，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不知道。知道的肯定做得到，明白了，了解了，肯定我们做得到。当我们知道明白了我们做不到，就代表我们还不明白啊，要记得这点哦。所以老和尚讲习当中啊，常常给我们重复一句，那是什么？知难行易，知道非常难。你知道了，告诉诸位，你肯定做，肯定去落实，肯定去实践，没有理由不做的，没有理由做不到的。哎，真的没骗你。譬如说啊，我们现在在听经嘛，啊，我们的义工把这一个等下我们要下的楼梯拆掉啊，没有楼梯了，拆掉了。哎，告诉诸位，如果我们知道拆掉了，等下听完经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出去跳下去？肯定不会了，我们没有这样笨，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了啊，哎，拆掉了啊，不可能我才从这边下了。大家都很聪明，从后面，哎，对不对？那边还没拆。所以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肯定做。就是因为我们一知半解，所以我们就很难，很难去落实。所以整个佛法，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为什么49年里面天天开课？因为知难。知道了，明白了，了解了，透彻了，你要去做啊， sub sub water。 所以我昨天跟诸位说了，如果只要我们真正理解念佛是怎么念的，告诉你，现在人家给你钱叫你不要念佛，你还是继续可以念啊，不要这样笨啊，钱照收啊，啊，这个曾经给诸位想的啊，你钱照收，你叫我不要念 OK， 我不要念啊，我知道念佛不一定要口念吗？我意念可以吗？当然没问题啊，意念没有人看到啊，哎，我还是心里面能够阿弥陀佛啊。所以你懂得念了，告诉你，没有能阻止到你念，哎，不会有任何情况，任何的状况来干扰我们念佛，没有，因为念佛是自个儿的事。所以啊，老和尚常常讲，我们念佛人，尤其念佛人，我们不能够闭门造车啊，不能够啊把自己关起来，我们要在这一些啊热闹场所里面啊念心，要出来做事，面对。所以我们学佛人啊，尤其念佛人啊，佛陀没有教我们离世，离开这世间哦。啊，有一些人就讲啊，啊，师父师父，我在这边哦，我修不到，等我 retire， 等我退休，啊，我上云顶。
我去那边买一个 apartment condo 也好，我关注我自己，天天用功，修得到吗？修不到哦。哎，所以这个我们制造出来的，自己制造的这个环境啊，告诉你，你现在啊身体还可以，哎，你还没有问题。当你真正不行的时候，你才知道，哎，那时候啊，不是我们做主了，不是我们当家了，我们的冤亲债主当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修炼到本事，我们念佛都还没有功夫来对治啊。这一次我们念佛两天，好像少一点哦，一下子就完了哦。哎呦，我们这个念佛啊，有没有人来这边念佛的时候坐下来啊？啊，然后念着念着，第一支香是坐这边，第二支香坐去那边，有没有？换位置，换来换去，有一些人这样子的咯。啊，他坐住，哎呀，前面那一个念五音不全，害我不能念。啊，他又换另外一个位置，有没有？告诉诸位，这个叫没有功夫啊。我们念佛就是要对治的，无论怎么样的情况都好，都干扰不了我念佛，要这样啊。所以快点去找五音不全的，全部坐在旁边，天天哇，你来阿弥陀佛，他讲阿弥阿弥，哇，来干扰你，你也没有问题，也是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成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立誓念心。哎，有一些人啊，他坐这，哎，我们有报名嘛，来了被安排到，哇，这个后面的一开始念佛啊，他就一直在那边什么哈啾，没有就是打 PT， 没有就有没有很多杂音，没洗掉啊，不会静静的啦，啊，一定弄来弄去。哎，有啊，我们如果有多打佛七的就知道了。哎，这个都是在念啊，练习啊。哎，我们修学啊，我们到临命中的时候，最后一刹那，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哇，安清清静静哦。除非我们的福报很大，要不然，哎，我们这一些妖魔鬼怪啊，这一些冤亲债主啊，一个一个啊就来了。哎，没有骗你，有可能你要念佛啊，你在那边啊，真的哇，一心了，阿弥陀佛，阿妈，哇，一股能去一半，对不对？金拿孙啊，你不要走啊，留下我一个怎么办呢？啊，两爱直播好啊，家哦，你看惨了喽。哎，这一些都是啊。所以现在啊，我们的孙啊，阿妈阿妈八道腰，阿弥陀佛，看时间，三点了，卖插伊，六点个家。三点腰啊，放下，不然你怎么办哦？等下你躺在那边，阿妈，我腰，哇，死不瞑目咯。你看念佛哦，一辈子哦，就是因为腰，眼睛大大死到，嘿，因为还没有关。不能关，因为根本直播，哎呦，金孙啊，腰八道了，惨啊！你看怎么办？怎么放下？真的没骗你，这点点滴滴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和尚教我们啊，佛法不离世间法，没有离开我们世间哦。我们要怎么来对治？怎么样来安住我们这一颗心？
怎样安住在佛号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哎，所以啊，我们念佛不要再想等我们退休啦，也不用想啊我要怎么样怎样躲起来一个人修念。你以为念仙丹咩？看太多戏了有没有啊？但要躲起来念，不用啊，躲起来的都成功不了，真的没骗你，都成功不了的。哎，所以啊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把握立誓念心，每一天都是我们学习成长。哎，我们知道哦，这个今天又发现到我的弱点了，原来腰啊是弱点哦。哎，真的要发现自己的弱点，你知道知彼自己，百战百胜。哎，你要知道你自己哪里不足。有一些人是什么？有一些人是不能听一句不好听的话。这个耳朵啊非常敏感，哎，一听到啊他就会暴跳如雷。有一些人是听不好听的话，有一些人是不是听不好听，只要你冤枉他的，他就跟你没完没了，有吗？有的哦。所以我们不要啊，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啊。当我们躺在那边奄奄一息的时候，拨掉命还是哦，他就来了。看我们的弱点是什么，他就从我们的弱点下手，一定的。哎，没有这么容易放过我们的。所以我常常讲啊，看到那个小强啊，你不要啊啊啊，不要哦。等下你在助念躺住的时候，他就飞就。在你的脸上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要跟他和平相处，要先沟通。哎，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哦。我助念的时候你不要飞飞飞旁在旁边走哦，我会吓死而不是往生哦。哎，真的啊，你躺在那边不能做东西啦。他就是你啊，有可能啊前世奶奶，你就是跟他妖妖害他，害他往生不了，然后他成为蟑螂。现在看你要走了，他在旁边来了，这个都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哎，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这一些了，我们要学习要怎样去面对，以平常心。这个我们常讲的，我们常听到的在佛教里面常听到的这一些术语，要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哎，这个我们常听的啊，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到念佛上来？这个就是要念佛啊，欢喜也念佛，不欢喜也念佛，悲哀也念佛啊，无论怎样的状态状况我们都念佛。哎，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啦所以啊刚才给诸位讲了，是因为我们听不懂，不够深入，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才会做不到。有很多我们不敢，好像譬如讲，哎呀，我们来一起受五戒哦，师父唔通，我做不到这个，做不到那一个。这个也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做不到。哎，你看，我们刚才讲的三资粮，这个信。信我们是成佛的料，我们成佛都没问题了，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对不对？你看你跟这个信就不合格了，所以刚才讲了，你只有50分。所以信自信他以后啊，中峰禅师还给我们讲了，虽然说
有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要清楚明白一点哦，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心，是由我们自心所显现的。所以昨天也给诸位讲了，你看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门外汉才会问，到底来接引我们的会不会跟错呢？啊，这个呢就是门外汉，没不是真正念佛人哦，才有这种顾虑。如果真正念佛人呢，我们深入经藏了以后呢，我们是不会有这个疑虑的，因为阿弥陀佛是我们自心显现出来的，我们自己显现出来，难道我们不会知道吗？所以不会跟错的。啊，他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到我们临命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自心所现。这样才能够叫做正信哦。所以啊，如果我们只是常常讲啊，哎呀，我相信阿弥陀佛，我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信我自己能成佛，不够。这个信啊，不完整，不完全。所以我们往生的这个把握啊，就减分了。所以我们点点滴滴，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和尚啊，你看62年讲习呀不间断，深入经藏重要啊，没有经藏，没有听取我们佛陀教导啊，我们都是什么自以为是，都自己认为的啊。当我们跟经典一相比啊，我们一深入一了解明白，我们才知道啊，才清楚啊。所以啊，默学啊，有听到很多这一些义工同修啊来跟啊，师父师父，我听有一个法师讲哦，啊，我们不要听法师讲啊，依法不依人，我们考察经典，以经典为据，我们任何哦，我们修任何东西都一样，在佛门里面，我们依据经典，不要跟人，谁讲的都不成。释迦牟尼佛当年跟他的弟子讲哦，也是这样。啊，如果我告诉你的是违背宇宙自然法则的，你不用听我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讲哦。释迦牟尼佛教他的弟子的时候，他不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的。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说，不要问这样多，讲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了，有没有？不是的。我曾经也跟诸位说过嘛，我刚刚接触净宗学会，我们共菜有6碗啊，然后我很霸的嘛，我就去问啊，怎么要供6碗，4碗不可以吗？3碗、5碗不可以吗？你看怎么6，对不对？叫你拜就拜了，6碗就6碗了，问这样多做么？丢家的，真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这样跟佛的背道而驰，不一样。佛陀都不是这样，叫你这样就这样了，不要问这样多了，没有的哦。佛教我们要思维、要消化，去消化。所以啊，我们学佛不要学着跟佛啊越离越远了，很多
真的，我们学佛人，所以啊，那一句话啊，学佛一年，佛在眼前，有吗？啊，学佛三年，佛化云烟，真的越来越远哦，不是忘记哦，没有忘记哦，我们依旧是很精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也是佛化，消化云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跟佛完全不相同一条道路了。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啊提醒。怎样才能提醒呢？听经闻法，没有别的。所以啊，你看三十七念给我们讲出来了，信。如果我们单单只是信前面的信智信他，偶一大师给我们讲六信，如果没有真正把这个全部讲完，最终都是自信显现的，那不完美。西方极乐世界谁造成的？我们自信显现出来的。只有自信显现出来的，我们才有，才存在。哎，都是由自信，没有从外在的。如果从外在可以显现出现的话，告诉诸位，我们看到外面很多啊，等下被骗去了，那不是佛境，那是魔境，魔的境界。所以有一些人啊，来参加佛期的时候啊，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眼睛一开，哇，七宝莲池他坐在莲花上面了啊，然后很开心，有没有？所以跟诸位，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境界出现啊，不要开心的早啊。我曾经给诸位讲过的啊，这几堂课好像也提过的，你就那差一点，差那一点点，你真的就能够闻到自信了，明心见性了，魔就来考验了。所以《金刚经》给我们讲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要我们有信那一点点，我们就是吃亏上当。你看，我们看到，哎呦，哇，七宝莲池，哇，快点，眼睛又关，看看看我自己的是金色还是红色，嗯，一看，哎，拜殿哦，有没有？这个就是吃亏上当了啦，因为我们着相了。佛是什么样子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曾经问过大家啊。这后面那尊，旁边这尊，我后面这边，哪一个样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的讲不出，没有相的。就当我们临命中的，我们自心显现出来的那尊，哟，丢了啦，就是这尊。那时候才知道，他没有相的哦，没有跟大家讲，你要认清楚哦。就是这尊哦，这尊来你才可以去哦。哎，很多人助念有没有讲这句话？有哦，啊，等下他来的不是这尊的，这个助念组长又这样凶，所以如果他看到佛又看你的话，你就知道了，你做错事情了。他讲，哟，我来了嘞，阿弥陀佛来了，我看到了嘞。但是你说这尊不像不像哦，怎么办？所以没有一个尊是这样的像的，没有。哎，这一些都是什么方便？所以老和尚不是在讲席当中跟我们讲吗？我们佛教最什么的？最开化的，最开通的。哎，你看我们佛教啊，去到日本，我们的阿弥陀佛，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变日本人，怎么知道他是日本人呢？大家明白吗？眼睛小小哦，你看日本的佛像哦，哎，真的没骗大家，
啊，他塑造出来的样子就是日本人。啊，佛到这个美国去，他就变美国人。啊，我们有三尊，哎，我们有曾经有西方三圣，啊，是外国像的那个相貌的，啊，都有曾经流通过的，啊，这个是美国的。所以你讲是哪一尊呢？所以凡所有相皆是什么？虚妄，不要当真。我们任何的境界都好，不要当真。你听到的不要当真，你看到校长一定要当真，那个是校长摸得到的，你不要讲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在叫我排队排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用排队，啊，不要哦，啊，那个是真的，哎，所以啊，我们面对任何的境界，我们要告诉自己不要给他骗了，啊，我们所听到的那一句话在冤枉我们的，也是来骗我们的。骗我们什么？不是骗我们的钱，不是骗我们的任何东西，是骗我们的生气。我们如果真的生气，哎，我们就上当了。我们不要生气，啊，所以啊，我们讲啊，这一些通通都是假的，啊，记得哦，都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骗了。所以这个正修，哎，念阿弥陀佛，只有这一四句阿弥陀佛，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在我们日常生活点点滴滴。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到道场来呢？为什么我们还要挂单在道场呢？这就是要我们立誓念心，我们要学本事回去啊！你不要来到这边啊！有啊，有同学跟我报告，师父师父，你不知道啊，你要快点啊！你们每一个月办一场佛七也可以，办两场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哦，我来道场，我念佛，我心很清净啊。但是哦，这个佛七完回到家，你快点给摔楼啊！哇！你看完蛋，这个你有没有学本事回去？没有哦，没有学到哦，你是在做什么？逃避。我们不要逃避，刚才讲了，我们要去面对，你要把你家里面的，你觉得家里很烦，你我们现在念佛人了，我们更应该待在家里面，要把这个烦给念掉，我们就成功了。可能你把这个烦啊，你念掉了以后啊，那一天我们就可以开 farewell party， 哎，你就可以打电话跟校长，校长校长，你得空吗？这个星期六，哎呀，要送地藏经咧，明天吗？送地藏经啊，不用送啦，因为我要往生哦，你要不要来送我？哇，你看你念到了，成功了。你能安抚住我们这一颗心了，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往生的。所以老和尚讲啊，不一定这个三年五载的，没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这个时间都是因为我们的功夫不到家。如果你功夫到啊，下一秒我们就走了，阿弥陀佛就来了，因为我们的清净心显现出西方极乐世界，显现出阿弥陀佛了，我们马上就走了，没有讲说你要修几年几年的，没有的。然后我们念佛是最快的，啊，最怕就是啊，你看我们念了十几年了，你看我出家都十，哎，刚才讲起来了，哎呀，拍谁啊，哎呀，什么也看不到，阿弥陀佛有没有在呢？阿弥陀佛都在，阿弥陀佛在虚空法界里面，啊，永远存在，是我们，啊，有眼无珠
跨膜，哎，看不到罢了。真的，阿弥陀佛已经在旁边伸手等我们了。喂，进来，进来，啊，我们还在那边，哎，无嘞，也无球，抓不到 ，catch no ball， 哎，真的啊啊，怎样办哦？每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喉咙都沙哑了，哎，你看，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啊，好好的深入啊。所以我们选择我们净土宗里面有五经一论，是不是每一步都要去看呢？去涉猎呢？不用，我们只选择跟我们最有缘的啊，我们选一步就好了啊。你喜欢弥陀经，你就研究弥陀经；你比较喜欢哎这个无量寿经，我们就研究无量寿经。都可以，都能够成功，哎，所以啊，我们要真正拿时间啦，时间不够啊。昨天给诸位说了，我们念佛人啊，最缺乏的就是时间。我们听经啊，不要像以前听经这样啦，以前听经是人家介绍，哦，这个好听啊 ，OK， 这个就拿，有没有？以前有 DVD、VCD 的时候。啊，我们天天啊来到华严的时候啊，找校长，校长，校长，还有哪里出新的吗？有没有？哎，我们念佛人哦，同学哦，几十年下来都是这样啦。啊，有新念不？有新念不？啊，古为都还没有学会，还要新的。啊，你看，还有一些人啊，现在啊，你看 MCO 过后了，很多人都问哦。啊，现在老和尚不在了，怒盘涅槃了，哎呀，去圆寂了，啊，所以啦，我们讲啊，惨哦，没有人讲心得了，这样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念佛同学哦，改换码头，有没有？因为老和尚没有讲心得了嘛，以前就是一心一意听老和尚的，哎，现在开始啊，这个听的耶。各个听这个有没有很多这个现象啊？现在很多很多我们念佛的啊，都然后你讲，哎呦，我们听一个老师就好啊，我们老师都不在了，不恭喜你啊！你看就是这样，这个问题很大，哎，所以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不要好高骛远，我们。选一部，我们选一套，啊，现在很方便 ，MP3， 我们一上网就有了。我们不是讲说老和尚讲过的你都要听，没有，我们只选择一部，啊，我们把它 download 下来，反复的听，听到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就代表我们听会了，听懂了。我们成功了，哎，所以我们不用要耗心的，哎，要怎样，不用，我们老老实实，啊，这依据个人的啦，然后依据个人的这个，啊，根性，啊，我们讲呢，你自己喜欢不是喜欢不喜欢，有一些我是很喜欢，就是不能。有吗？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喜欢唱歌，但是他一唱歌啊，旁边的全部的人都在吐，这不可以，不能，不是不要给他唱，对不对？不是讲喜欢，是看根性，啊，有一些人真的很喜欢，这个他依据他自己适合他自己根性的，啊，你可以选择。五经一论，选择一步，好好来用功，哎，好好深入，好好切入，啊，反复的了解，啊，所以啊，要真正啊做学问，啊，我们要学习啊经典啊，要能够做到怎么样呢？打破砂锅问到底，真正深入进去。我们不要皮毛，皮毛对我们没用，
我们昨天给诸位讲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留下来四依法，其中一个叫依意不依语。我们不要跟文字，我们不要只看表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习讲经的时候，你看老和尚哦，我们老法师哦，叫我们讲经的啊，不要自借讲经典讲经文，哎，不要，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啊这一个啊阿弥陀经的，你看老和尚给我们讲出了三部啊，我们可以参考弥陀要解偶一大师做的。我们要讲阿弥陀经，我们不是讲阿弥陀经，我们是讲阿弥陀经的要解。哎，我们依据这一个祖师大德的，他们看得深看得广。而现在很多人讲经啊，很喜欢哎，讲无量寿经就开展开卷就看讲这个之界，看无量寿经不可以。这样我们讲经会很危险。哎，我们做学这个教人啊，我们都误人子弟啊，所以我们不能依文解义。哎，不要跟着这些文字哦，不能。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去找他的注解、注疏、演绎疏抄啊，有很多我们可以参考的。啊，好像我们要研究这个无量寿经，老和尚给我们最后留下来了《大经科注》啊，黄念老居士给我们做的这一个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本注解啊，不是黄念老自己写的，不是，唯一的一本注疏是已经注经的啊，黄念老居士啊，他用了190多本哦资料来解释无量寿经里面的这一些意趣。哎，所以你看现在老和尚给我们科判做出来了，分段，科判就是分段，段路、思路、章句全部弄好了，我们来好好的学，哎，不要直接对照这一个什么这个经啊，直接讲这个经文不要，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念佛事宜哦，也不是我讲的，哎，就是用我们李炳南老居士讲的那个稿我们来讲，不是讲哦哟，我们来念佛共修，觉贤法师开示，可但高一等级卡啦，不能，所以我们都是要依古人讲的，依据古人说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看哪一本，我们就去研究，不要讲师父师父。哎，我每天读阿弥陀经的，你看阿弥陀经啊这样这样这样，哇，看他的那一个什么义解有没有，就是用文字来直接解释的那个不靠谱，我们要去看他的那一个，老和尚也给我们推荐了三部，但是呢有勇气啊，老和尚曾经也给我们讲过啊，他最喜欢的是哪一部经？阿弥陀经。但是阿弥陀经真正要去深入要去理解啊，确实不容易，它比无量寿经还难，所以我们老和尚曾经说过啊，如果他可以选择的话，他只要讲阿弥陀经，但是就是因缘不具足，这个能力不够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退而选择无量寿经，
契合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来讲，我们也很容易明白、搞懂、搞清楚。譬如说啊，这个《阿弥陀经》的要解，欧益大师说的，容易吗？我看了《阿弥陀经》以后啊，再看《阿弥陀经》要解啊，《阿弥陀经》看完了 ，MCC， 要解看完了 ，MCC times three， 更加蒙查查哦，更深哦，对不对？所以怎样哦？哎，怎么办哦？哎，你看是不是不容易？真的不简单。哎，所以啊，我们老老实实啊，选择一步，老和尚也给我们自己选择了，哎，帮我们选择了，他知道我们现在的根性，哎，所以啊，默学在这一个自己的 地方啊讲的也是《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是相同的，啊，没有抵触，同样的，啊，你平常做功课念《阿弥陀经》可以。啊，你研究要了解怎么来念佛呢？我们可以用《无量寿经》啊，是一不是二，哎，是一不是二。所以啊，我们了解了正修是这一句阿弥陀佛，然后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要真正怎么样做呢？才能够把握往生？我们这几堂课啊，都给诸位说了。我们念佛不是求佛，不是求外在，我们也不是求往生，而是能够啊，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安抚住我这一颗心。记得这个功夫一定要念出来，当你很害怕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会不会缓和你的恐惧啊？我们要自己知道哦，这个骗不了人的，啊，哦，我们一开始紧张，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不会将我的紧张削弱？哎，所以讲到紧张，哎，我们上场的防备人员很紧张的，啊，等下下去的时候见校长啊，没有啦，慧丽哦。好像是组长嘛，下来的时候慧丽就做茶壶嘛，刚才你唱什么啊？你敲那边怎么全部敲错啊？我们怎样办？那时候我们就讲哦，很紧张嘛，所以我知道的，哎呦，一紧张敲错了啊。你看我们都是讲紧张，把推给紧张，这代表什么？这个防备啊，没有功夫。你看，你真的没有功夫。很多人要上防备的时候，我遇过的，哎，我真真实实遇过的，哎，这个是我从头发到没有头发，哎，我没有头发的时候啊，我也是从防备吸引去的，哎，啊，就被吸引了啦。啊，等下踩进去了才知道，原来不是这个的，哎，所以啊，我被吸引进去，我们防备。如果你今天，哎，保持着一种心态，哎呀，今天晚上哦，觉贤法师来听经，啊，来讲经，所以呢，我这样多天没有剖桃哦，不好意思啦，今天我就来一下来听经。怎么知道一来给慧丽抓住？哎，等下你上啊，你上维罗。那维罗今天哦塞车不能来。告诉你，我们防备人员的反应是什么？啊，现在才叫我上，我没有心理准备嘞，有没有？啊，哟，这样久我没有做了，不知道还记得吗？有没有？没有功夫。不是安住在当下吗？当下什么情况之我们都能够 handle， 我们要想办法。所以呢，在我道场啊，我很坏蛋的，
很多人跟我讲啊，师父师父不好意思，我做错啊，什么啊什么 啊因为紧张啊，因为这个啊，因为啊太久没有做啊，我都不能够接受这一些理由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会问回他，你往生做过吗？当你那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哎呀，你错过了，你太紧张吗？你能不能跟 Jimmy Wong abuse 或者投诉？哎，给我再一次机会。我刚才太紧张了嘞，我没有心理准备嘞，有没有 ？No tattoo。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借口了，错就是错。哎，自己心不定，自己没有念佛功夫，哎，所以任何场面都好，我们要保持。我们上场不是叫你上场唱，不是看修我们这一颗心，我能定得下来吗？我一切的东西思路是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因为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我们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哦。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哦。啊，所以我们要学，要学习。所以啊，记得，我现在组长又学会一招了啊！你不要给我讲这样多借口，错就是错啊，不可以啦哈、哦。这是真的啦，哎，我们往生也没有哦，因为很多人很喜欢来跟牧学讲，哎。师父师父不好意思，我、哦、刚才这个这样子做错了，因为很久没有做忘记了、有一些人讲师父师父不好意思，这个我没有做过，所以我做错了，这一些都是借口、哎、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一样、把它当成往生想啊、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能够掌握每一个当下，我们往生的时候就能够掌握、我们是常常把这一个当下忽略的，我们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啊，纷纷我们就会忽略了，就会错过了，所以我们不要放过、哎、每一个当下都是给我们练习的，这个要记得、哎、这个就是不要离开阿弥陀佛、我做任何事情、然后最近呢也听到啊，有一个学会、给我报告，他讲师父师父现在、哦、很惨哦，我讲啊，什么东西惨啊，他讲啊，上30系列的梵呗人员啊，他不要带共修，他讲啊，他不念佛的、哦、做30系念的不要共修嘞，不要念佛的嘞、他要花古巴了嘞。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常讲的，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专做的非佛所教的，哎，这个我们要承认、这个我们真正要去面对。然后呢，正修我们了解了，没有别的，没有任何可以代替，就这四字洪名，我们要念的纯熟，在我们不避开不离开，在我们血淋淋、这活生生的生活里头，我们要能够把它掌握、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要念的这个正修，我们要修的，告诉你，你能够掌握得住了，哎，我们肯定的万修万人去、如果我们真的做不到啊，那个那肯定啦，一万个一两个了，一万个五六个了，
就像李老师像我们老和尚给我们讲的了。哎，然后在这一个正修之下，告诉诸位哦，单单我们要念这个阿弥陀佛啊，不简单不容易啊，我们也要有一些 backup， 就是来辅助我们的啊，辅助的不是用其他方法哦，不是哦，也是用回我们念佛的，但是他来辅助帮助我们，这就叫做助修。哎，有正有助。哎，助修就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这一个念佛的啊，这个帮助哦，不是用其他的方法哦，不是哦，不是叫我们哎，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有一些人就讲啊，哎，我们念阿弥陀佛不够的，哎，我们去助念哦，我们先要开始念往生咒108遍，有没有？啊，这个就是什么夹杂。这个就是用其他方法了，我们去持咒了，哎，不是在佛号里头了，不是在阿弥陀佛了，哎，所以我们不要，这个是夹杂了，哎，所以呢，我们这个助是来帮助我们的，来辅助我们这个念佛的。所以昨天给诸位说了，你看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善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今天我们用餐的时候啊，给诸位说了，我们一定要有因果的基础，这就是帮助我们的。有没有学其他的？也没有，我没有叫你去做别的哦，哎，也是在念佛，但是我们得要懂的，得要知道的。所以啊，李老师教我们啊，诸恶莫作，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做，我们得要咬住我们的牙根，不能干就是不能。哎，你看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做了之后啊，就会带来什么后遗症啊？该做的应该做的善的众善奉行。所以跟诸位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什么？这是什么？当年释迦牟尼佛啊，开始讲经说法，49年里面啊，释迦牟尼佛是没有开过一堂专门戒律的课，没有，没有讲说，哎，我今天来，我们要来读文当文当啊，来读 law， 没有的，戒律就是 law 嘛。啊，没有的，哎，没有开过这门的哦，啊，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说啊，我修净宗，我不要学律，那个是律宗的。告诉诸位，律宗是10个宗派都包括在内的，不能分开的。你修禅，你也要有律。你也是要律宗的，哎，这分不开的，就是无论你去学哪一个法门，你都要学戒律啦。刚才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是古佛教戒弟子啊。我们出家的时候啊，以前释迦牟尼佛开始啊，收徒弟啊，啊，他没有像我们现在啊，要登三坛，有没有三堂大戒？啊，比丘啊，有250条，没有，没有的。哎，他交界的只有这8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戒。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所以你看我们学一段哦，你看一段而已哦，啊，默学就会慢慢慢慢的去品尝，啊，这个就是品尝，啊，昨天给诸位讲的，好像啉茶、食茶安呢，啊，我们就要当出来。原来李老师在给我们讲什么？持戒念佛。哎，我们念佛啊，要来辅助帮助我们的，就要什么？持戒。持戒，戒的基础就在因果上。其实戒律是什么？戒律是来保护我们，不要堕落在这个因果里面啊，我们什么进退两难啊，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掉下去了，哎，我们这个果报肯定现前啊，但是我修学佛法了，哎呀，这个果报现前又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不要给我们进退两难，它保护我们。所以默学啊，常常讲的戒律是什么？戒律就像这一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如果我们不懂得戒啊，不懂得这一些规矩，不懂得因果，哎，不了解，我们这个杯子啊是永远装不满。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装，我们又去做，你看下面又破一个洞了啊，下面破洞它的水就流走了。所以我们永远装啊，装来装去，喂，这不装了老半天还不能满呢，因为下面有好多个洞啊。那个洞是什么？好像譬如今天中午给大家吃饭的时候讲的，哎呀，姜潮最好哦，拉对龙高和龙高对冲下去，惨了咯，我的杯子下面一个洞了咯，捞出去了咯，哎，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流啊。所以我们不是不努力，我们很精进，但是我们修来修去为什么永远得不到？就太多洞了啦，哎，所以呢，这个戒律啊是要保护我们，帮我们把这一些洞啊填补回来啊，好像锅落酱这样，哎，帮我们补补补补回去，哎，不要留，这样子我们就很快能够成功啦，哎，很快速的能够成功啦。所以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李老师在这边给我们讲啊，你看善的，只要善的，你看存好心啊。这个原来我们老和尚的四好啊，是我们老李老师，你看当年去灵岩山寺讲的时候，哎，开示的这一篇里面就提到了，你看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做好人，这是好啊，我们老和尚提倡的啊，讲的啊，哎，所以你看存好心，那跌倒啊，给那个龙骨水冲掉，你看这个叫存好心，所以你看就不是啦。啊，说好话，啊，想到了还要干扰别人的思想不正确，啊，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啊，学生听了之后啊，哈哈哈哈笑，是辣吵到半命，他还认同呢。你看，这个叫说好话吗？说坏话，去染污人家，人家本来心是清净的，是干净的，是没有染污的。你看，给我们去染污。啊，带错了，带，所以我们讲啊，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啊，做教员的啊，为什么会十九层地狱就知道了，哎，你看一个疏忽而已，哎，所以现在要快点弥补回来啦，所以现在要讲实话啊，然后一切的善事好事我们都去成就。所以在这一点，这就是什么帮助正功夫去无明的方法，啊，这个戒律
没有别的了，就是要止住我们的三毒贪嗔痴嘛。我们一切错误的知见，这一些全部戒律里面都来帮我们，所以它是要辅助我们的正功夫，去掉这一些无明。所以故曰助行，这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念佛的，我们这个念佛啊，才能够念得有力，我们这个念佛啊，我们才能念得一帆风顺。有一些真的我们念着念着啊，我们会退转的，这些都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一边做随念啊，昨天讲的随念随染，我们一边念一边又做其他的了，被这一些无明给遮蔽了，所以永远啊，永远都见不了光明啊，念不出一个所以然啊。啊，久而久之啊，当我们境界来的时候，这些冤亲债主来考验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什么气馁，我们的信心就会怎么样啊，被动摇了。所以曾经给诸位想的，有一个学佛人，他没有念佛啦，他是学佛人啊，他非常非常的相信观音啊。墨学是去跟他临终关怀的啊，他长了这一个癌症啊，他的癌症啊烂到连他的这个骨盆都看到啊，他的骨啊，他打开出来，我看到他给我看，他讲师父，做咪安呢？怎么会这样？所以我曾经给诸位报告过的，他做布施啊，不是像我们啊一包两包的，好像我们来华严啊，我们要供养华严啊，我去 Econcept 啊买五包米送来，对不对？他不是的啦，他要买就是一箩里啦，送一箩里一箩里的嘞，啊，柴盐油米啊，每一个试验，他都去送，都是一箩里一箩里的，啊，所以他到最后这样，所以他医生叫他回家了，等时间，啊，没救了，所以他一回到家，他很气馁，自暴自弃，他把这个符号关掉，他讲啊，你看，啊，我一生都学佛。现在你看怎么会落得这样的田地，他开始啊在病哦，回到家里还是病的哦，开始啊来我要玩21点，佛教我们不要赌博，我偏要赌，我要喝酒，专做这一些佛不教的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啊，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护啊，一边做一边漏啊，都填不满啊。这个事情发生来考验的时候，我们就怎样了？退转啊，我们会觉得是咯，无才干啊，人家讲哦，阿弥陀佛好像过时了。有没有特惜了，现在不潮流了，所以你看我们都有，都会有，如果我们没有正信，所以啊，李老师教我们啊，一定要这一个来帮我们。所以住行广说啊，是修六波罗蜜，但难懂不必言之，凡恶事重正弩10万磅金刚钻亦不干，人家给你钱你都不做了，于善事啊则受任何阻碍
亦须干。所以我们同修啊，很多默学也是遇过的，有一些同修是这样的，当你要讲做什么的时候，他一开始就给你泼冷水的，这个都叫什么恶念哦，因为你不是正的，不是正能量的，是负能量的，这个不能的啦，还要打佛气啊，不能打佛气的，没有人来的啦，你看，有一些就会这样的想法的，你做什么都好，他一开始他肯定要跟你泼冷水，这种都是负能量的，不能，负能量就是恶的，不要。所以李老师给我们讲，你看，只要是好的，利益众生的，几困难，多么障碍，我们都要去排除，我们都要去干，都要去做。所以啊，此二即是啊，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我们随着我们的因缘，我们慢慢的消掉我们的这一些旧的业，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善的。然后呢，我们不要再碰恶的，乃至于一个念头都不要，一个想法都不要。我们听到，这件事情是为大众好的，我们就去做。面对什么问题，我们共同来解决。要这样的心态，这个叫正思维。这个就是什么？不造新殃，不要再造新的业了。所以啊，李老师在这边给我们讲到了，你看这个住行，其实住行啊，我们老和尚非常慈悲。我们在昨天已经给诸位讲了，我们无始劫来供养过诸佛，各个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们都去供养过了。我们累积下来的这个功德啊，让我们能够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你看，之前没有，过后现在也没有了，因为我们老和尚圆寂了。你看，就刚好生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解。我们怎么来修我们这一个念佛能够当生成就，但是我们哪一位真正知道呢？好像不了解嘞，不明白嘞。所以李老师讲了，你看我们的正修住修，我们老和尚也给我们铺好路子了，也教导我们该怎么来做了的。但是我们念佛人有真的去实践吗？有做了吗？有依教奉行吗？好像没有。所以我们修净土宗的，我们讲净宗学会的，我们是在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座下修学的念佛法门。我们除了念佛还得要做什么？大家清楚吗？我们老和尚已经给我们列出了净宗同学必修的五大科目，我们要去实践的，要去做的五个科目这个五个科目就是住行。你看内容大同小异
这五个科目是什么？三学、三福、六合、六度，最后一个十愿。这个是老和尚给我们开出来的啊，净通同修啊，我们的守则啊，同修守则。但是我们很多都没有真正把它看当成一回事哦。啊，很多念佛人呢、啊，有可能跟我们讲啊，哎呀，我们是跟老和尚学的，但是我们念佛就好了，其他不用。老和尚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是助行啊，帮我们列出来了。哎，内容有没有跟李老师的相违背？没有哦，所讲的是什么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叫师承。你看三福里面讲的第一福，儒释道啊。今天下午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要明白因果，知道因果，透彻因果，感应篇第一幅讲的，教我们一定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儒学做人的根本基础，这也是印光大师给我们讲的。我们念佛人一定要怎么样，第一句话就是了，敦伦敬分。所以我们同修啊，有一些我到场的同修，哎，他讲印光大师真了不起，如果我们是一个坏媳妇儿，我做不好我媳妇儿的这一个本分哦，将来我能够助念往生刚好好吗？不可能，因为你没有敦伦敬分到啊，你怎么能够往生？你要往生，你一心一意，但是你的冤亲债主放得过你吗？如果我是一个排打给，有没有每一个心部啊都得罪，都跟他们过不去，到最后啦，临命终的时候躺在那边，如果你有五个孩子五个心部，不要讲五个啦，一个就拿命了啦，你看他来啊，哎，他来搞到整个哦，你那时候还能不能在那阿弥陀，哎呦 QQ 啦呼的，真的是求了啦。所以敦伦敬分，儒教教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伦理伦常，慈心菩萨感应篇教我们懂因果，知道啊善恶。所以最后在我们佛家的提出来，十善业道啊，要我们啊一心一意的往这一方面去发展。你看身口意，因为我们很抽象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怎样去落实？就落实在这十点上面：身三、口四、意三。哎，我们要去落实，要去做。啊，身体我们要做的，你看，我们不杀生，哎，我们不能够杀生哦。所以啊，我们曾经啊给诸位讲啊，念佛人需不需要吃素啊？经典没有说哦。啊，但是呢，如果不吃素啊，大家就知道啊，往生的机会就很难呐、啊。哎，就是这样啊。所以
很多同学就讲，师父哦，你每次给我白开心一场，一开始讲没有讲哦，哇，很开心，因为我天天还在吃巴古德，还为所欲为，很满足，怎么讲啊？很难往生。我们念佛最后就是想要往生嘛，要得到好的这个善终嘛。哎，那天天巴古德，你想想看，会不会真的你如你所愿，到最后还能够真正哎这样平平安安的往生呢？不可能啦。所以广化师啊，广化律师都做榜样给我们看了，实现给我们看了。以前他当将军的时候啊，去到每一个村落，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高高干啊，对不对？所以他去到哪一村，哪一村的鸡都绝种的，吃到光。哎，真功力哦。所以以后出家了，他忏悔。怎么知道忏悔有用吗？还是一样，果报该现前的还是现前。为什么？太重了。哎，我们你看吃饭的时候不是单吃饭哦，真的有用哦。哎，你看这个果报通三世嘛，很重，造的极重的会有现世报。所以有一天啊，他在洗白白的时候，知道什么叫洗白白吗？冲凉啦，在净房里面，在洗澡一半的时候，哇，突然间整个厕所啊，净房里面啊，填满了鸡汁。那些鸡啊，你都知道啊，它的嘴尖尖的，不是啊，来倒一，哇，全部吓死它了。它一慌张啊，如果它之前有念佛就好啊，有念佛他就会怎样？哦，顶的嘞，啊，对不对？啊，顶的摇琴盏，啊，他还顶的嘞，那都没有啊，他还没有真正，哎呀，所以他一慌张，哇，脚一滑，惨了。接下去的时间啊，日子啊，他都坐着轮椅的，哎。所以啊，广化师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的教导。你看，你天天还巴古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巴古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试试看啊，我刚才讲了，漏掉喽，哎，所以你永远念啊，念到、哦、都没用，哎，所以戒律啊，这个十善，哎。这个时间到了，我们留在明天。哎，这五堂功课慢慢给大家来讲，这很重要哦。所以我们的义工啊，要做我们学会的义工啊，要上这五堂课的啊，要考试及格了才能够的啊。哎，所以我们现在啊，其他的都没有啦，都可以做。所以我讲这个应该最坏的法师就是我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向下文常复以来日，我们直接回向阿弥陀佛。